十九公是什么鱼？十九公鱼学名为鹤鲳，俗称为石狗公仔。十九公多分布于我国南方沿海地区，是一种海鱼。十九公鱼体颜色呈褐色，形状与石斑鱼相似，嘴巴宽大，头部长着一排长刺，故又有小石斑之称。体表之鳍上应急有毒，处理上需当心，避免遭其刺伤。十九公因其有特殊之伪装功夫，令人感到好奇，故意有人将它当作观赏鱼。十九公鱼全部是野生，目前还无法养殖。十九公并不擅长游泳，平常都静静地潜伏在海底岩礁或者珊瑚之间，把身体伪装成和周边环境相同的颜色，伏击经过的小鱼小虾之类。十九公可以作为观赏鱼，养于水缸中供人观赏，也可以作为食材，用于烹制美食。